好，欢迎回到老金新的一期冲浪地图系列视频。然后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惠州最具人气的浪点狮子岛。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这个防晒涂的有点多，只不过确实是因为之前晒伤的比较严重，所以没办法，你们这期就忍一下吧。那么为什么这么受到广大浪人的欢迎呢？主要还是因为这里拥有非常稳定的夏季浪，这样几乎就能够确保你在夏天的任何一个周末来，无论是浪大浪小还是浪乱，都能确保你有浪可冲，不会白跑一趟。不过也是由于其稳定的浪况，导致周末会来这里冲浪的人非常的多，这也就意味着周末你来这边冲浪是真的可能需要排队的。而且在你起蹭后，你还得时刻注意避让你冲浪路线上的浪人。你以为躲避完浪人后你就可以美美的冲完一道浪了？不不不不，你还得在接下来的路线上躲避游泳的泳客，然后再在浅水区躲避戏水的游客。所以在这里冲浪别的不说，但绝对能把你的闪躲技能数给点满。如此拥挤的人潮就意味着这里有巨大的商业开发价值，于是这里就拥有了惠东几大浪点里最为完善的沙滩配套设施。想要过夜住宿，这里有仅此一家的狮子岛度假酒店。想要吃饭饱腹，这里有仅此两家的楼下大排档。累了渴了，这里有全天供应各式饮料零食的移动小卖部。吃饱喝足想娱乐下，这里还提供沙滩摩托、滑翔飞机等娱乐项目。虽说这里的配套设施还算完善，但这每种配套的选择确实也不算多，像是酒店呢也就仅此一家，然后能步行到的饭店呢也就两家，然后关于饮品嘛，你换来换去也就那些移动小卖部和这里一个便利店卖的那些饮品。所以在这里呢，你要想说有什么好吃的呀好喝的，这期我估计就不会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了。这个呢跟3公里以外的那个已完成高度开发的双月湾度假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啊，总算开了！刚刚看到浪还 OK， 所以老金又下去拍一点素材回来。现在聊一聊老金最喜欢狮子岛的一个原因，可能你们也猜得到是什么了。其实并不是浪有多好，而是这里实在是太适合拍摄了，尤其是日出冲浪拍摄，无论是逆光还是顺光，都能够出片。日出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沙滩往外延伸出来的狮子半岛，以它作为背景，你的画面就有了更好的前后景关系，更具层次感。如果此时你恰巧有一颗大光圈镜头，你就可以让它的虚化作用最大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好看的背景岛附近还是潜藏了一些危机的，对，就是暗流，尤其是在浪大风大而且是低潮位的时候，就很容易在礁石区域附近产生较大的离岸流。所以来这里冲浪的朋友，如果你的划水能力不是特别出众的话，在退潮时一定要注意离那个礁石区域要稍微远一点，这样就能避免那个暗流把你留在这个礁石区域，然后过一会呢，这个浪就会把你连人带板拍在礁石上，引发悲剧，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要是来游泳或者玩水的游客，我觉得你们就更需要注意了，因为遇到这种离岸流，哪怕你的游泳能力再出众，也是很难克服这个暗流往外的拉力的，这样就很容易引发你的身体力竭，然后就溺水了。所以在风大浪大的情况，我还是劝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下水。来这里冲浪啊的朋友，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劝一下正在游泳或者是玩水的游客，也算是救人一命了嘛。要是他们不听的话怎么办啊？我只能说改。好，现在来说说这里的最后一个优点，也是这里为什么比较适合冲浪小白的一个原因，专业的冲浪俱乐部离岸风冲浪。这个名字我已经在我往期的节目中不知道提过多少次了。这里呢不仅仅可以租板、租衣服、租教练，你甚至还可以买一个板把它寄存在这里，这样你以后再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板冲，就不用像老金这样子每次都得用自己的车驮着板来冲浪了。其实现在老金就是坐在他们这个移动冲浪俱乐部里，就是他们的这个离岸风的专用冲浪皮卡，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哪一次你来的时候，万一这个浪非常的乱，或者说一点浪都没有，他们就可以把你啊和板子啊，然后带到另外一个有浪的或者说好浪的地方，然后去进行培训或者说进行一些课程。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还是老规矩，在总结之前呢，一定还是要下去冲个浪的，所以就刚刚冲浪回来。我关于狮子岛的一个优缺点的介绍啦，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来一个不那么简短的总结吧。第一个优点就是它拥有非常稳定的夏季浪，第二呢就是它的一个配套设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第三就是真不错的冲浪俱乐部，第四的话就是非常适合拍摄，也很容易出片。像我现在来到这个片场，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片场，后面是个小鹏 P5 的一个 TVC 的拍摄现场，所以他们都选来这里还是有理由的，毕竟这里的场地真的非常适合的拍摄。还有第五个优点，其实刚刚在主要内容里面没有讲到的，就是这里的沙滩其实是非常干净的，尤其是较于我之前所说的那个 loop 那个冲浪点的话。然后再说说它的缺点吧，它这个夏天的游客是真的多，你像之前我所提到的像惠州的 loop 啊，它的哪怕是夏天的游客也不会多到那么恐怖。再者就是它的步行范围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美食可言，所以你还是要开车，可能他们也是考虑到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自驾，所以说当地的或者说本地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愿去开新的这些餐厅来经营。最后就是狮子岛的礁石区域还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的，无论你是来冲浪还是说游泳还是只是来玩水，都一定要注意，要学会量力而行。对于任何参加或者说喜好户外运动的朋友，我都想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一定要对大自然保有一颗敬畏之心，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就是说，留得小命在，不怕日后没好浪嘛，对不对？好了，这就是本期冲浪地图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大家觉得有用、有干货、有帮助的话，就一定要一键三连哦，这才是对我一个持续创作的一个最大的推进力。然后我们这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Thank you.